方账号还有一个功能叫做 follow up， 就是我们可以标记一个人跟他。官方账号还有一个功能，我觉得还蛮酷，就是 follow up， 就是我们有跟客户沟通啊，讨论东西，但是如果可能刚好客户在忙，然后他可能看了讯息，他没有回复的，我们就可以标提醒一下自己说 follow up， 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要持续去询问、追问说，哎，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，或者是我们有什么要后续处理的项目，而不是就他没有回复，然后我就没有回复，然后我们的讯息就对对对对对，然后跑到最下面，然后就没有人再继续沟通了。就我们可以不要有 follow up， 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还需要再跟他一起确认东西。啊，what the heck？